我出去吃个饭，上哪骑的呀？上开发区。我朋友出去打鱼，然后回来了，七八个上月。哪去啊？那么对呀，远？七八个月没见他了嘛，一块儿去吃个饭。啊，吃去呗，跟我一块儿去吧，不用跟我报告呀。一块儿去吧，我不去你自己在家多无聊啊。啊。啊，不去啊，外面怪冷的，不想动。走吧。不想去啊，太冷了外边，你去吃吧。哎呀，下雪了，好大的雪！哎，冷不冷？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你在这稍等我一下哈，我上趟超市哈，就拿一箱牛奶，一个这个。在船上待了多长时间？待了6个半月吧。六个半月？啊！我天哪，是不是上面得遭老罪了？那必须的，遭老罪了。就是六个半月也没着陆，一直在船上。一直在船上待着。哎呦，天哪！多孤单寂寞呀！对呀，为了生计怎么弄？我喝白的啊，那俩喝白的，白的，哎呦，白开水，好吧，烫嘴呀。这次走的话，多长时间再回来？5个月吧。在船上一待就待5个月，也不上岸。5个月，5到5个半月。你这次走在船上待了多长时间？6个半月啊。6个半月一直在船上，嗯，靠不了岸啊，有疫情控制呢。这6个半月在船上不憋死了？憋啥？憋啥？那就你要是就是有青菜啥的吗？青菜啊、嗯，全是冻菜。什么全是冻的？船上前2个月有鲜菜，后几个月全是冻菜，茄子。嗯，菜豆，嗯，全是冻的，冻的都给跟石头一样，到时候一化冻你就吃醒了。还鸡蛋，哎呦我天，鸡蛋也是冻的啊，能砸死人的一个。海上生活不好过，真不好过。那应该是在上面能吃海鲜吧？海鲜，嗯，像螃蟹啊，看你干什么船的，就是你那个船能不能吃螃蟹？我们那个船吃个台鱼就算最好的鱼了。台鱼，对，不是海上不是什么海鲜都有吗？螃蟹啦，什么大虾啦，关键是它那个海的深度太高了，5、6千米，捞不上来。哦，你那个船有多大呀？一共76米。76米船。嗯，能装960吨吧？装货。装货装960吨。对。天哪！那船上有多少人呀、啊？你们那儿？现在是三个船长，还有大副、二副，还有机舱的。嗯。一共。是52号人吧，52、53号人吧。嗯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、啊？哎，在海上的话是6、7千块钱吧。那工资也不高啊。高什么？在陆地咱使劲挣挣钱能挣出来，一天17、8小时，你干上哪挣不出这个钱？17、8个小时一天啊？那晚上也干活吗？就是晚上干活，晚上捉鱼，白天休息。白天休息不是白天抓鱼吗？他有灯，他那个船抓秋刀鱼吧，就那个灯，像他这一点一点围，一点点围过来的。你们就是抓鱼的话，就是专门抓秋刀鱼，别的鱼不抓。啊，对，专抓秋刀鱼。万一就是说病了或者怎么，那怎么弄啊？没有。那要病了呢？要是感冒发烧呢？感冒发烧有感冒药啊。要是有来个疾病呢？就比如说突然间就病了，怎么办？疾病等死吧。真假的？真的有个疾病，如果说就是10天半个月，如果说要是不做手术或者怎样，然后就会死，或者是怎样？那你死在船上能死行了？就是说如果说有重大病什么的，他也不可能说为了你自己，他这个船再去返航或者怎么？就这样想吧，光跑道就跑一个周，这个人有什么病？如果疾病的话，死也死了。海上生活就这样，海上所有生活都这样。船上有没有那种，就是说有来个疾病什么那种？有啊，那么我们船回来之后，我们8艘船回来，有一艘船，那不是得了个病死了吗？那个得病死了，然后没及时的救助，然后他直接晕倒了，死了。晕倒就死了。对，直接放在下边大堂冻起来了。那你们不害怕呀、啊？那不是我们船的，是别的船的。那别的船的也害怕呀、啊，直接都给冻起来了。心里肯定有阴影啊。肯定是，天。挺吓人的，对呀、啊。看实在不行，你就不用去也行。想想吧，为了生计怎么弄？多挣俩钱是主要的。
那船上也没有信号啊？哪有信号？也不能玩手机啊。全靠那个快牙传的。快牙是什么？一个软件啊。哦，那你们拿手机也没有什么用。是啦。那要是有个急事，就是往家打电话或者怎样，那怎么弄？那打电话那个上船长那边打，船长那边一个月就200块钱电话费，打多了也不让打。就是一个人200块钱电话费啊。这个船上一共200块钱电话费，打一个卫星电话7块钱一分钟。一分钟7块钱啊！我天，那一共200块钱，那你打不多长时间啊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不让乱打嘛。这一网能打出来多少鱼啊？这网最多30吨。一网能打出来30吨鱼啊？嗯，因为网子超负荷的。多少我跟钱哥说，我挣不了两个钱了，我叫钱哥，我说我得一块上海上干活。嗯，然后我们去，叫他去能骂死我，我操！你这活嘛，有啥能骂死我？真的。我操！出海能不去就不去了，一是时间太长了，二是说里边没有信号，在船上说实话挺危险的。人呐，都为了生活。为了生活太危险了，不行的话你就说在烟台这块找个活干呗。那不能，你能行吗？那个？一个月6000-7000块钱工资，也能在烟台这边也能找着。先把生活过得去，好不好？老婆孩儿过好了，嗯，再说。那你意思就是再坚持半年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半年。关键主要是太危险了，你知道那个活儿，就是说家里边就挺担心的，你就上那干那个活儿。哎，要不挣不着钱呢？烟台这边也能找着6000-7000块钱的活呀，差不多。哎，这没法儿，对，逼的。多注意点自己的身体。身体的小事儿，多注意安全就行了。嗯，自己的身体自己调节，自己的心情自己调节，生病了没人管，没人顾。你们那不给买保险吗？你死了赔你110万，没有别的了？没有了。忘了上次相见是什么时候，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春秋，温暖有力的手，你说会珍惜这风情到永久，是没有青春年少荒唐的时候，谁不曾为爱喝醉伤心也泪流，是你陪我一起难过和烦忧，一起唱着旧情歌徘徊街头，我的老朋友就像陈年的烈酒，时间越久情意大越是醇厚，走过风走过雨，有你陪在我左右，